baby shark d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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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by shark d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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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by shark。 这么纯真的团体已经这个很少了，那是真的。不是，哎呦，哎，莎莎哥，莎莎哥，掌声欢迎绝笑周杰伦。哎，悠悠哥，悠悠哥，祖上大大，祖上大大，哎，哎，头头哥，头头哥，哇，又见面了。蛮好奇的，就是说，嗯，就五月天的演唱会，哎，什么时候开始唱 Baby Shark？ 我刚刚在后面其实听得蛮仔细的哦。Baby shark,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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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by shark。 不错哦。新年快乐！你看，第一天第一场就献给了五月天。请问一下，昨天是没有嘉宾的吗？哈，昨天没有嘉宾，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，这对，这以后不会冒出一个什么老萧啊，然后又说什么哦，什么讲一些那种很疯狂的话，讲一些那种很狂妄的话。不好意思啊，哥已经先是第一个嘉宾了。是，不过呢，是不是这样是不够的？你每天都要来也可以啊。啊，你知道为什么来当嘉宾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就是想要来看五月天的演唱会，但是呢，这个票很难买。我直接就说好，我来当嘉宾。这个舞迷呢，也跟着这个五月天跟了很久了。大家有没有觉得说他一直都没有变的感觉？是吧？内心是很真诚的。这么纯真的团体已经这个很少了。那是真的。不是，怎么会有人笑呢？奇怪。讲这么真诚的话，那个不纯真的团体啊，不纯真的，麻烦就是，请问节目有哪些？跟我们分析一下。不要这样说，不要这样说。SHE 纯真吗？哎，没事没事，哦，也是很纯真的，是吧？哈，对对对。而且哥，我们现在也是团体了，我们周五今天又合体了，周五周五，掌声鼓励。每个礼拜五，好不好？每个礼拜五了，好，每个礼拜五来参加一下。今天是周五的那个，已经是成立两年了，今天是第二次合体，这样。第二次合体，第二次。好。我们还是来唱一下老歌嘛，好，好不好？来一个，说好不哭的幸福呢？没有，没有，哎，没有了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说好不哭，来一下，好不好？现在很强哦，哎呦，一起来，好吗？来个大合唱，准备。家。